收到陌生投资讯息，要你加入投资群组吗？稳赚不赔高报酬，听说很多人抢着投资，是不是还有名人推荐呢？他是不是跟你说投越多赚越多？到底想干嘛？我是诈骗破解者，千万小心被诈骗，小心被诈骗千万。有任何问题，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。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诈骗破解者？有哎、欸。